的区块呢叫什么？其实呢你也不要特别去背，就叫 acute 啊。它这个区块呢意思就 acute 啊，就对于这个东西啊。好，我们回到去微本，好，我们就要略微点一下。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啊，这里面是设计模式所奠基础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用什么，要打是 HTML 语法啊，所以呢这边的提示文字可以呢先将它删除掉。好，删除掉以后呢啊，我们呢啊这地方啊，这只是描述区块啊，这里面不是讲马克啊，那我们在这地方呢要打那什么 HTML 呢就什么要打小于，可以吗？好，因为我现在是在城市码，所以我们这边好打一个小于，这个呢一定要 shift 先按一个呢这个键啊，你一打啊，这个呢是就去呼叫 HTML 元素，那里面呢所有的标签呢通通都会显示出来啊，那我就继续在这边打 Q 啊，你只要打一个 M 开头啊，大概就可以了。MAQUA 这单字呢你也不用没有背，要背啊，刚刚告诉你，哎，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这叫 MAQUA， 所以呢就把这个呢 MAQUA 打完，我现在我跑掉了，重新再来一次，小于打一个 M 啊，或者打 MA 一定可以看到，我就点它，你不用再打了，点了以后呢你就要把这个呢，这是一个把它封起来，有小鱼就要大鱼封。那封起来呢，电脑呢是我们讲说就会有智慧型，一打呢他说哎这边呢有开始一定有结束，就给你一个结束，就结束啊、哦、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打字，那里面呢是第四小题，里面呢是哪些字，请你呢就把它就打下来、哦、那我事先呢把它好放在这里，好复制，我们就加打字呢，好，就放到这边。好，文字呢就放到 MAQ 这边开始，斜线 MAQ 结束，中央啊，这是中央哈，不能放这边，也不能放这边，只能放这边。好，在这个位置上把这个，好，接下来就变成，好，这样子就好啊，这样子就可以呢去做测试了。好，我们就存一个档，存起来，好，送到浏览器。好，我们这边就打到多少次？好，看一下，我们的方法就这么简单啊！只要把里面的文字放到 MAQ 这个语法开始，那跟它斜线 MAQ 之间，它就会改变，它就没有啊。但是呢，等等，这，我们再去修正，这个呢不会自动。用下面语中，那你要教这个字中呢，那你要看这个图片啊。那你要去字中呢，叫 manhead 给它多少？20像素就可以啊。所以呢，你如果搜寻，你看看，哎，它没有字中哎。那字中怎么字中呢？就一样啊，你就去针对这个呢区块，这个 div 叫 MAQ 的区块，我的 manhead 是20。好，这个流动。要切到 CSS 设计工具，好，来源啊，看到 style 就要点 style， 因为我们是内部样式表。好 ，meeting 就要选全音，那这个属于 MAQ 就选到 MAQ， 好，这边就带起来，如果没带到就代表自己没有做对。好，这些呢可以调整啊，这边呢稍微去量大一点，这边呢可以呢啊调整一下。去至中呢是属于 T， 来害的，就把它呢单位给它，给它讲10、29，看着，立马就至中，立马就
村长，好，创造零二七在永远开枪，我刚刚在解释了 Firefox， 重新整理一下，就是好像看越下面越东西看不出来这种，但是至少这边可以看到啊，里面要求都做到要求给来完成一下。颜色两个零，四个好，在这地方，那你就知道这里面，那你要写。好，下设定三条颜色风暴。二，权益啊，你要去到这边有区，你要去找里面有区。啊，背景色就在这地方，点上。然后呢，背景色就在这边点。我在这边后面的两个零改四个火。好，青色，确定。好，一按确定，这边呢就变。好，做完选择。好，你要去浏览，我稍微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这边的颜色不会变，可能呢你历史记录没有清掉，你要去清一下历史记录，来完成一下。